我们这边的人都是这样的，搬家我们这边，白天热的呢，黑了他不弄，修了修不弄，完了黑起来一股就脏，起来冬起来光不进，冬不热，完了路了那路黑，冬不热，完了再有啊，咱这搬家我们这边，现在他们那光不进了，二天晚上给。